起来有没有很虚弱？有。有。哎呀！哇，好快，好快，冲的超快的，冲过海浪了。那边是度假村，现在已经非常非常远了，好远呢、哦，好远呢、哦。可是我那时候来斯特，因为我走了一步错，然后我在来斯特的时候，那个认真的决心不够。你看我刚转过来，还有好几条吧。这首歌让我觉得非常有台湾的感觉，其实我发现觉得蛮怀念的那种台湾味。啊，你说台湾？你看你被照片了。在这里好了。